评估一下他的脖子头部有多外伤。可是忍耐一下哦。三点。哦。幺三七要收到。OK。Thank you。手会不会麻？挡住是在几下上去，因为上面很远啊，他骑汽车跌到山坡下来，然后几下被压到脚，不过意识状况不清楚啊，没有生命危险。对，这边是救援困难，就是山火，因为上面太高了，不过山火是没有那个紧急危险，我现在有火势控制住了。